喂，大家好，我是礼拜一哦。上一次我有讲说，我办了一只在日本办了一只，SoftBank 的 prepaid phone。然后这只是其实不是我的，这是公司的。然后只是说他的那个卡已经过期了，所以我自己办了一张。就发现呢，里面我需要储值3000块日元，就不能打电话，只能收 mail，然后呢，只能打电话，不能上网。对，只能打电话，不能上网，整个讲座，结果呢，非常的浪费钱。我其实那个时候觉得啊，真的是不是，真的很糟糕，也不是说糟糕啦，就是很浪费钱。所以我知道，因为 mail 它其实就是 email，那我就试着把它变成了一个 Facebook 的专用邮箱。你原本的 Facebook 加入了那个新的这个 so 那个 SoftBank 的那个 mail，你就可以当做 Facebook 的那个叫做状况的那个 email 通知手机。而且 mail 好用的话，你看，我现在收到一封，就是有人回应了，然后就直接收 mail，然后有人回应了，然后你就可以看 Facebook 人家传给你的，然后。Facebook 它 email 的强大的地方是在哪里？你知道吗？就是说，你拍的照片，你可以自己传上，你可以用你自己专属的一个 Facebook 的 email 上传照片的 email，手机拍完传到 Facebook，它会自动贴在 Facebook 的页面上面。那只要有人回应，在你的页面上回应之后，它会回传 email 告诉你谁回应的。像我这个就是有人回应的。有人回应这样还不止哦，回信，你只要回信，它就是那个 reply to comment，就是说你回应之后，它又会回到那个页面上面的回应，很有意思吧？很方便。其实这个模式你可以在那个中国越强，也不能说越强，就是这个模式本来就可以用，就是用你自己的 email 来去做回应。你看它这上面一串就是乱码，那它乱码，它可以回应的时候，它就对应在你的那种涂鸦墙或者是 timeline 上面。好，就这样啊。你看哦，我看一下，好，取消。那这些都是收到通知的，像有人发讯息给我啊，我也看得到。别人。朋友的朋友回应，我也看到，有人回应，然后就知道，而且有意思的是，中文也看得到，这是写中文，这是什么？我是什么什么的，就有点不清楚。总之，如果你不小心办了预付卡，你其实可以这样用，还蛮有意思的。登，就是手机。拍照之后，把照片上传到 Facebook，Facebook 会自己的邮件系统会把它贴上去。有人回应之后，他会回应，然后寄 email 到你的手机，你的手机就可以回应。有没有很搞纲？但是至少还是可以用。就这样啊，拜拜。